开始啊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我小女儿眼睛哈，她觉得眼睛后面老有东西推她似的，她眼睛不舒服，我想解决这个问题。眼睛眼后球后面面，啊，眼球后面眼睛，有东西推它，对，她觉得眼睛很不舒服。推它，不舒服。哦，你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？我现在看那个乒乓球啊，在打乒乓球啊，有人在打乒乓球啊，就是乒乓球的桌子啊。哎，桌子很乱啊，我看那个桌子啊，桌子在打乒乓球啊。是很乱啊，一张桌子啊，打乒乓球啊，在看得见吧？桌子啊，这个斜角打到那个斜角，乒乓球这样打啊，就打来打去啊，一直在打乒乓球啊，我看见打乒乓球啊，一直打一直打一直一直在斜角，一直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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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斜角。一直打斜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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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打斜角，一直打斜角。老师，你那个眼球在晃啊，出去打乒乓球啊，打乒乓球是打的那个斜角啊，那个斜角啊，有个叫刘国梁的，有个刘国梁的那乒乓球运动员呐，他总是打斜角啊。他总是打斜角啊，他那个动作啊，他打的那个球的动作啊，从这个角打到那个角上去。但是这边的人呐、啊，就接他球的人呐、啊，明明看到他球是这样过来的嘛，要接的时候就成了个弧线呀、啊，就到里边来了，成了个弧线呀、啊，成了个弧线呐、啊，那弧线呢就接不起来了呀。哎，你说那怎么光？哎，怎么会拐弯来了？你说，这怎么会拐弯来呢？他就明明就是球发过去的时候是直的过去的嘛，眼看着他接的时候就拐弯了呀，拐弯了呀！哎，你说我确认那个球拐弯了，啊，我确认有个那个球拐弯了，在这个时候。我就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人呐、啊，就比正常人的那个体积大5倍，有个人呐、啊，就好像站在这里呢，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人呐、啊，比正常的人大，就比我们实际看到人大，应该在临界的一个人呐、啊，是在这个地方呢，把他捞了一下，这同我以前那个想象的一样，就是有那个同我们自然现象不一致的时候，肯定有外力在里边搞，就在这个位置上。在这个位置的那个人呢、啊，就把他捞了一下子，就个临界有个人呢，在这个位置啊，在这个地方捞了一下子，把球就拐掉了呀，捞了一下就拐掉了呀，捞了一下拐掉了呀。你说啊，你想象着你是踢球的啊，你女儿是打球的啊，你说一句话，这样我就没法打了。这样我就没法打了。哎，我们这样就没法打了。这相当于什么？我打球本来是两个人在打，是吧？打乒乓球本来两个人在打，现在就多了一个人了。多了一个人在帮他，多了一个人在帮他的话，就是对方就根本没法接球了。那你只能说我现在没法打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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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来我们打球是两个人的事，本来我们打球是两个人的事。你说这句话，本来我们打球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哎，本来打球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本来打球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哎，然后被你插了一杠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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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就根本没法打球了呀，我就根本没法打球了呀。啊，我好几次这个手准备伸过去捞他呀。对，因为那个眼看着那个球啊就拐掉了嘛，因为那个左手，右手打球的话，
生的父亲他们求过来的时候又是地球的话，明白了就卖掉了，卖掉了以后你他就是被那抓了一下子就火卖掉了嘛。那卖掉的话，你只有右手机接的话，如果乒乓球拍在这个地方还能接得住吗？当时来不及换球拍嘛，就来不及换球拍的时候，他手恨不得手捞啊，手恨不得手捞啊，恨不得手去捞他呀。你记得他，你记得就对着那个人说，你被你插了一杠子以后，我真的现在就没法打球了。哎，被你插了一杠子以后，我就没法打球了。被你插了一杠子以后，我就没法打球了。哎，你家里谁呀？有没有人谁？那个这个主手，主手动作比平时多一点的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你再想想，就无疑，但是被人知道，因为我刚才看打球的时候，就发现了一个主手动作都出来了。哎，你小女儿有没有这个？右手。左手。嗯。就无意当中想要抓球的一个感觉，要抓球啊！无意当中左手要去捞这个球，所以呢，左手就无意当中动了一个动作，但这个细节是谁也发现不了的，临盘当中发现，那你不管他了啊，这个动作啊。嗯。反正就无形当中要捞这个球。嗯。然后因为女儿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嘛。你直截了当对着那个人，现在你就知道有这么的人在那边，你直截了当对他说，你这样破坏规矩的话，我真的没法做事了。你这样破坏规矩的话，我们没法做事。哎，这样破坏规矩的话，我们就没法做事了。这样破坏规矩的话，我们就没法做事。哎，我知道你有超能力。我知道你有超能力。哎，我知道你有超能力。但是我们的比赛规矩是一对一。但是我们的比赛规矩是一对一。哎，我们的比赛规矩是一对一。我们的比赛规矩是一对一。哎，那个看动画片的有个超人呐、啊，有看动画片的有个超人，那个身体上是红红的，那个这个动作呢，就是搞了以后呢，是先一雷一雷呢，像地雷或者是像菠萝呢，啊，就是他的那个招式啊。那个一人一人的，那我现在就是，但有一个这么一个动作，这个人呐、啊，我事后我才在朝动画片上我才能找得到这个模样，因为我不看动画片，我叫不出这个人的那个名字叫什么，是动画片的一个人物，动画片的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呢，平时的看起来很强大的一个人物，看起来高高的。动作做的时候，反正那个就走路也是这个姿势的，走路这个姿势的。然后那个画里边的时候呢，那个这样交叉一轮，这样交叉一轮，像是方格呢，斜方格。这个斜方格看上去它的服装是斜方格呢，还不是画画的是斜方那个斜方格，反正有这么一个人呢、啊。我适合帮你找到图片上啊。哎，你说破坏规矩以后啊。那他就慢慢往后退了，啊，你记得他说，我知道你有超能力。我知道你有超能力。哎，我知道你有超能力。我知道你有超能力。但是我们比赛的是一对一。但是我们比赛的时候是一对一。哎，我们比赛的时候是一对一。我们比赛的时候是一对一。哎，我们比赛的时候哎，如果你加入进来，就破坏了我们比赛的规矩了。如果你加入进来，就破坏的比赛规矩了。哎，对，好，说到这个时候，他已经走了，他走了，啊，慢慢走开了啊，走开了。你记得他说，你可以在其他地方去发挥作用。哎，你可以在其他地方去发挥作用。哎，如果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事，就是造假了。如果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事，哎，这个时候我就感觉那个后脑勺这边痛啊，这个后脑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痛，这个地方痛，相当于什么东西呢？相当于人在这里地方一个后脑勺
顶在这里啊，一个球飞过来的时候被他顶了一下滑过去了，顶了一下滑过去了，顶了一下滑过去，就像那个球打过来了。我外面有个球在地上，我不去捡了，太远了。你稍等一下，我还得把它捡回来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他那个球啊，就是如果这个地方不是摆放嘛，球打过来就拐掉了，就下面脑袋啊在这里啊，碰了这里以后就拐掉了。他说的没错，眼球后面有个东西推他，是一个球啊，打在他的后脑勺这边，然后就是弧形拐掉了，相当于推在这个地方。脑袋痛也在这个地方，眼睛障碍是在这里引起的，是啊。现在明白了吗？刚才我说打球的时候，一条弧线到了这里拐弯拐掉了嘛。那么这个拐弯拐掉在临界看呢，是被人捞起来的，临界被人捞起来了。但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呢，就相当于有个东西啊，脑袋在那边顶了一下子。看到了，这个就打球过来的弧线在这里啊，然后人的脑袋在这里啊，碰了一下就拐掉了。那个地方还有我脑袋。哎，不是，你不用管为什么，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拐弯的作用嘛，为了实现它拐弯的作用。哎，看得见吗？看得见。那。这个脑袋后脑勺啊，这个前方啊，他那后面被胀了一下子，是右后脑被相当胀了一下子拐过去了，胀了一下子拐过去了。你不管他为什么，反正就是说我们经常临牌的时候看到那个，我们人家说不清楚的是在临界就看到有个东西啊，现在我就看到那个就乒乓球从这个打过去，然后眼看到前面的就拐弯了，拐弯以后呢是临界拿掉的，但是我们这个面上看去，因为看不见有临界的东西，只看到拐弯了，相当于这么一个脑袋在这里，一个球啊站在这个地方拐过去了，站在这个地方斜着拐过去了，拐，然后呢说感觉脑袋推他脑袋呀，感觉推他脑袋呀，实际上这个球是个乒乓球啊，站在这个地方啪斜掉了，乒乓球站在这里边斜掉了，知道吧？啊，那人我看不见你的人了，啊，看见你的手。那接着。对，这样好。哎，就相当于就这样啊，乒乓球打过来，碰站在后脑勺上面这个地方，然后就拐弯拐掉了，拐弯拐掉了，你女儿的感觉就是和。后脑勺那边胀了一下，然后胀到眼球上了，你说推了一下，确实推了一下，是被球推了一下，就被这个球推了一下，然后就拐弯拐掉了，是这么一回事。然后你说你的感觉一点没错，你的感觉一点没错，这感觉一点都没错。哎，你的感觉一点没错，这感觉一点都没错。然后刚才我问你为什么，我说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那个动作，足球的动作嘟出来啊？没有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为什么？这个足球的动作嘟出来是你的对手，他的对手，而不是他自己。对手就同他相当于打球啊，相当于在那边打球，
相当于你女儿在这边啊，在这个地方发球，发了球出去呢，哎，然后就拐弯拐掉了，他自己不知道拐弯拐掉了，就像好像一个脑袋被这边挡，一个脑袋在这边挡了一下，就滑掉了。那么另外有个人，但另外一个人我不管他是谁了啊，就做了一个动作，徒手去捞的动作。哎，反正就对起来就这么一个情况，对起来就这么一个情况，对起来就这么一个情况。哦，你说你现在说，你说这个谜破解开了，哎，这个谜破解开了，哎，这个谜破解开了，哎，然后你说那个人就走了，哎，你用不着为他挡球。你那边声音怎么小了？小了吗？啊，那现在正常了。哦，你用不着为他挡球，那个人已经走了。哎，你用不着为他挡球。你用不着为他挡球。哎，就相当于这个脑袋呀，不要顶在这里了。哦。那、你说用不着为他打球，挡球。用，他已经走了，你用不着为他挡球。哎，对，用不着为他挡球的时候，那个球啊就直到往前了。就直了。哎，直了，然后。你说你的脑袋不要借在这之间，你的脑袋不要借在这，哎，不要借在这两者之间，不要借在这两者之间，不要借在这两者之间的时刻，我突然就看到你原来的场景，你的场景了啊，看到你的场景了，原来这边不是一个外星人的飞碟吗？你在中间吗？这边是卫星吗？在挡在中间嘛，哎，那个场景和那个乒乓球的场景也是搅和到一块了，两个场景搅和到一块了，哎，明白意思吧？我说的什么东西明白吗？就挡在那个中间，啊，然后你说句话，你说我也退出来了，我也退出来，哎，你声音是不是实际离远了啊？你说我早已退出来了，我早已退出来，哎，你也可以退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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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也可以退出来了，你也可以退出来了，啊，你也可以退出来了，你也可以退出来了，啊，曾经呢毛泽东写过一首诗啊，写过一首诗呢，就是自从发射了东方红卫星以后啊，发了东方和卫星以后呢，他曾经把这个地球啊比作了一个小小的乒乓球，有一个诗歌啊，写了一首诗，这个诗呢后面去查就才知道啊，因为我不记得那个刚才看的时候一闪而过，那个内容我就没看，但是我知道了，他就是把一个地球啊比作了个乒乓球，太藐视他了。所以呢，就跑进来一个乒乓球，在宇宙里边跑进来一个乒乓球，就插入了一个乒乓球啊。这个事情呢，就好几道事情呢，就一个一个有含义的在里边啊。然后你要说句话，就是很郑重其事的，我们要郑重自然，要郑重自然才说这么一句话。地球可不，啊，不，这句话你不要说，是我告诉你要郑重自然的说这句话，要说什么呢？地球可不是乒乓球啊！地球可不是乒乓球啊！哎，地球可不是乒乓球啊！地球可不是乒乓球啊！哎，乒乓球你现在拐弯就拐掉了。乒乓球让它拐弯就拐掉了。但你不能把地球随便让它拐弯呐、啊！你不能让地球拐弯。哎，自从啊发生了东方和卫星以后，毛泽东啊，他的那个有一种叫什么自高气扬啊，应该用哪个词呢？叫，就是那个越来越自大了，他的脑袋当中一直对，想要改变，要想改变这个地球，想改变这个地球，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。然后你说这你做不到。哎，你这你做不到，真做不到。哎，
人的日子啊，还是沿着他原来的轨迹在走。人的还是沿着他原来的轨迹在走。人类的历史还是沿着他的轨迹在走，看得见吗？人类的历史还是按照他的轨迹在走。看得见这个小球吧？看得见。哎，还是沿着他的那个轨迹在走。还是按照他的轨迹在走。你再折腾的话，也不可能改变人类的总体历史。哎，对，说完一个，那个走了，这个刚才站在这边的一个人呐、啊，现在是换成了那个之前几分钟的时候，一两分钟之内、啊、就换成毛泽东了，他想要改变人类的历史啊，所以写了什么这个著作那个著作的，就他是想改变人类历史啊，要改变这个轨迹啊。实际上改变不了，改变的只是一小部分，也就折腾了，就斜掉了一点，只是斜到中国的，世界上绝大部分没变，没掰掉这个轨迹，还是原来的轨，还是原来的轨迹啊，就乒乓球啊。好，那么你现在要说啊，乒乓球打出去直线是对的，乒乓球打出去直线是对的。哎，乒乓球打出去直线是对的。乒乓球打出去直线是对的。哎、嗯，如果你总想打出去的乒乓球是歪的话，如果乒乓球打出去总想歪的话，啊、嗯，会惹来很多麻烦。会惹来很多麻烦。啊、嗯，会惹来很多麻烦。会惹来很多麻烦。哎、嗯，你说，我们不妨做另外一种调整。我们不妨做另外一种调整。哎、嗯，我们打球直着打。哎，知道的，就是不是斜掉打的，我们，哎，我们打球知道的，啊、嗯，这样打球起来不是更舒服吗？这样打球不是更舒服吗？哎，这样打球不是更舒服吗？这样打球不是更舒服吗？啊、嗯，本来我们大家打球就是为了娱乐嘛。本来我们大家打球都是为了娱乐。啊、并不是要把另外一方逼到死角里边去啊。并不是要把对方逼到死角里去。哎、嗯。并不是要把对方逼到死角里去啊，并不是要把对方逼到死角里去。哎，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你女儿眼睛上戴了个眼镜是歪的，歪的眼镜呢、啊，在邻居啊，说不要逼到死角去的时候把眼睛扶正了啊。我看不到你了。我看不到你了。啊，就是说我说到刚才那句话，现在看得到我是吧？就感觉你女儿戴了个歪的眼镜，本来是这样嘛，是戴了个歪的眼镜。然后说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上去的时候，就是掰正了眼睛了。哦。啊，就原来现在戴那个眼镜是那个斜戴的，想象得出来吧？就一个基地进一个基地员是这样，就这样戴着那个斜在那边。一个眼镜呢，那这样就很不舒服了，比我那还不舒服了。就斜着。啊，但上次那个太空镜呢拿掉了，是太空镜以外还有这个事的啊。哎，嗯，你说，现在把它掰正了。现在把它掰正了。哎，现在把它掰正了。现在把它掰正了。哎，如果把它掰正的时候，戴着眼镜呢，就像没戴眼镜一样。如果把它掰正了，戴着眼镜就跟没戴眼镜一样。哎，这样就是不感觉到它的存在了嘛。现在斜在那边，总感觉它有个东西存在呀。嗯。总斜在那边呢。哎，你说我现在我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。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。那这个时候就把眼镜拿掉了，就干脆把它拿掉了。哎，你说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。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。哎，现在感觉不到它存在了。现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。嗯，现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啊。好。哎，你说感觉不到存在的时候，你说现在也感觉不到这个乒乓球桌的存在了。哎，现在也感觉不到这个乒乓球桌的存在了。现在也感觉不到这个乒乓球桌的存在了。啊、哎，你说一切恢复正常了？一切恢复正常了。哎，就相当于刚才我们把那个场景布置出来以后，就把里边的那个东西拿掉了，拿掉以后呢，又回到人间来了，就人间那个东西你看不见了，问题解决了。啊。
你说现在一切正常了？现在一切正常了。我们也离开了那个乒乓球桌了。现在离开了乒乓球桌了。现在离开乒乓球桌。现在这个时代，现在这个时候好像在骑自行车呢，好像在骑自行车，看出去看得很舒服。那么你现在说句话，如果戴上一个歪眼镜的话，如果戴上一个歪眼镜的话，那开车是无法想象的事。那开车是无法想象的事。因为骑自行车速度慢嘛。骑电动车速度慢的话，如果光骑看出的斜掉的话，还能慢慢的能拉回来，自行车龙头啊还能拉回来，能保持安全。如果开车时斜着眼睛的话，那光线是看起来斜的话，很容易出意外。你女儿是不是一上车就头晕呐？爹，就一上车头晕的，就是那个是歪的呢。现在找的原因是眼睛是歪的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。所以呢，你看那个东西，看着那个，走一进车里边啊，慢点看的时候就往前歪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加上有个速度大一点的话，那个老外姐就头晕了，对，现在那问题是在这里啊，现在戴了一个眼镜这样戴的，这个用的很厉害，一个这个镜片靠在这个眼镜。这个镜片远离眼睛，那就这样戴了一个眼镜了，就戴了这么一个眼镜啊。所以呢，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吧？骑自行车还能忍受，但是一坐车里边啊，完了，因为看到光线迎进来的光线是歪的，所以他就头晕了嘛。头晕是这样来的，戴了个斜眼镜呢。你说现在把那个眼镜要么摘下来，要么把它掰正了。那个眼镜要么就摘下来，要么就给摆正了。要么摘下来，要么把它摆正了。要么就摘下来，要么就摆正了。掰正，还不是摆正？掰正。要么就摘下来，要么就掰正。有点力气的感觉，就是把它掰过来；摆正的就是没力气的，就是挪一下啊，把它掰正了。你说从此以后，趁车再我也不头晕了。那个，再不头晕了。以后坐车再不头晕了。然后你家里啊，你找找有没有什么一个东西啊，类似像乒乓球大小的，从梁上掉下来挂下来的东西啊，你家里看看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东西，如果有这样的东西，把它拿掉。像乒乓球大小，从那个梁上悬挂下来的。是不是这么大的？那上面有圆的东西，就那灯泡啊。那灯泡，那你换成长的或怎么？不要圆的。哦，是圆形，但不是这种圆球的。你要把它改一个形状，改的那个同圆球差距更大一点的，比原来。你换个灯泡，要么那个像那个像炉纹这样的呢。改成像炉纹这样的那个，知道我说的吧？知道。不是，我一定要拿给你看，不拿给你看，我会头晕的，我拿给你。你把上面悬挂下来的，改成这样。好。改成这样以后呢，就不是圆球形了。不是圆球形的，相当于原来那个乒乓球，不会老是在眼睛出现了。好。这样的怪事啊。啊。还有什么？没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事情就这样来的啊。好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事情是完完整整这么一个故事，一个事件啊。但并不代表就是说不存在其他的问题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很完整的搞明白了。好。那么这个如果理掉以后，如果这个理掉以后还有什么问题，就后面的事情了啊。行，好。你这个就结束了。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吧？现在没有。好，那我。行，谢谢了啊。那我就。